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今天又要来选秀啦。那选秀完之后，还有一件事情跟大家说一下。那我们马上来选秀吧，我刚刚已经选好了，这边一样是国家队的。这边凌晨话已经掉下去了，那江少卿已经上来，应该跟之前价钱差不多。那陈伟英的话也维持的差不多。就主要就应该是陈冠宇，陈冠宇还是张毅有变化。好，这边一样是一般的，这边也是一般一般，这边就1718明星赛。好，我们马上来选吧。这边选到两张，两张的话，一张是18年郑凯文一，还有17年的五夺。这边总共获得了2亿，哦，这边选到了2张，虽然价钱不高啊，但是至少可以转一下。那这边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应该也是这部影片上映之后这几天，就是我开的另外一个副频道《小雨休闲日常》，那也会上一番赏的影片，也是有抽奖，那大家记得要去看。如果喜欢抽一番赏的朋友，不要错过，记得要关注我两个频道哦。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